招呼，而且在海边呢，应该不止苗栗的朋友啊，对，全台湾的朋友都在这里。看，已经有人在跟你挥手，有，大家好热情哦，嗨，跟他挥一下手，因为真的好久好久没有现场相见，大家都还好吗？因为现在都要戴口罩哈，比较辛苦，谢谢你们。好，但是你们的眼神依旧可以散发出一点热力，投射电力给文友。我觉得大家的眼神都在你的腹肌上面。你们可以移上面一点吗？不要移自己，移上面。就是好不容易有练，一定要露。一定要的，此时不斩待何时？对啊，我想说，再过几年我还可以露吗？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家里时间这么多的情况之下，你都怎么来节电？节电其实有很多方式啦，因为刚刚赛后来就有讨论说，哎，主持人会问哦，会问哦，对对对。可是其实，我平常可能也有比较在注意，我自己很喜欢看什么全球新闻啊，世界新闻，就知道现在地球真的生病了，所以我觉得要节电，或者是说用其他的方式保护地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我自己喜欢骑单车，喜欢走路，其实也是一种嘛。然后家里真的都是用一些节电的电器类，自己标装的。对，我是不用烘干机的人。我是喜欢自己太阳晒过的，对对，太阳晒过的衣服，就跟我本身一样晒的黑黑的。我觉得我们今天两个都晒得蛮好的。对，哎，我觉得你有晒黑耶。没有，我从我妈妈肚子生出来就是。他是欧巴对了。我跟你说，你真的是吼，很多人都说哦，行李你看起来肤色很健康，很会游泳，对不对？我也常常去冲啊。我不敢玩水，我不会游泳。其实很好，因为我很喜欢去外面接触大自然，然后。晒太阳就是会让心情很好，对，放松，而且
疫情那段时间比较闷在家，所以一可以出来的时候我就晒不停。OK， 我跟你说，其实你知道在那边经验是新埔国小嘛？新埔国小的同学，他们有时候课堂也会直接到海边去，我觉得他们好好，去幸福吧，对不对？因为其实像在这边呢，我们今天是音乐季嘛，但是其实也有一些认识海洋。那我觉得像刚文有说，现在地球资源很缺乏，所以希望大家好好认识我们所在的环境，不管是水资源、电资源，任何的资源都要珍惜。对，就是这边小学的小朋友从小就可以亲近大自然，真好。对，有点像我们山上，我们部落也是那边念书的小孩，出去没有海，可是是山，就他们的自然课都是跑出去抓虫啊，直接体验的，然后什么认识一些树木啊，或者是我们的山林这样。但我觉得现场的观众现在最想要听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听你好好再唱。太久没听你的好声音。刚刚是新歌《一自己》，接下来就是你整段你的表演。好，因为我就是近期就会发片，然后很快也会有其他的歌，因为大家可能比较惊讶，哎，我第一首是一首轻快的歌，可是我确实是想要告诉大家说，爱自己、以自己是最好的 lifestyle， 是就是从你自己开始。那接下来也会有一些情歌，可以请大家期待。好我先来唱一些以前比较耳熟能详、疗伤系的吗？好，你们好会讲。好，我先把时间交给梁怀音，这支歌曲送给你们，希望你们都还记得这些歌。最幸福的是。挥手都看得到了，从台上看得很清楚。你撑着雨伞，借我们字，已经足够我记得一辈子。
去。
会怕我靠太近，因为我没有戴口罩，而且我刚吃臭豆腐。没有啦，开玩笑。好，最后一首歌，会唱台语的朋友帮个忙好吗？休假唱的我爱，这也在我2019还在听的翻唱里面。特别是我们这场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，我们一定超会，好吗？首先呢，希望你们跟我一起，手机给我。